次呢，针对田中马拉松呢，举办了马拉松的训练营，主要是我们把它定位在天生就会跑的一个能力，它需要循序渐进的，要先恢复自己天生拥有的能力。跟其他的训练会不太一样，我们会先从最基础的再赋予更好的一个跑步技术，那么你就会逐步变强，再把体能逐步的堆叠上来，才能够让你无伤无痛的开心的跑进终点。